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吕杰，不对，再来讲台语，嘿嘿，我是吕杰。咱今仔是要创啥会？我有两个故乡，吼，大家拢知我故乡人嘛。但是咧，我的青春咧，全部拢伫嘉义。我伫嘉义读册，读八档，都中正大学，大学研究所八档。所以咧，今仔要来介绍我第二个故乡嘉义。啊，但是今仔我来介绍，敢对？唔对？咱来请嘉义的大家长。今仔邀请两个来宾，一个咧是对台湾的宗教典文化非常熟悉，另外一个咧就是嘉义的大家长。来，我们掌声来欢迎咱嘉义的大家长王宗良王馆长。Hi.大家好，我叫做嘉义的白水啊，白水啊，白水啊，是阮厝边的话。哎呀，祖祖，哦，祖祖，祖祖。我想，我这个名吼是土本寡号的哦，不是我家己号的。那白水啊，听讲是一个勇士，武士哈，勇士。啊，而且他是很会玩火，生会的勇士，叫白水啊。好，所以我是嘉义白水啊。我叫高雄的沙拉达蛋，沙拉达什么沙拉达蛋？你知道吗？什么？沙拉达蛋啊！哎呦，所以要介绍第二个来宾，他对台湾的文献啊、宗教、地方文化非常了解，台中教育大学和台文系教授林无贤林教授。哎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啊台语系系主任林无贤，我的花名就是李奥纳贤。哎呦。专业接哦，有型啦。因为咱即马哦，即马古力七月啊，是好啊，古力七月大家普通嘛。古力七月是不是爱有一挂阴光，有点阴森森的感觉？不啦，免啦，免啦，都是阳光七月。阳光嘛吼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因为古力七月嘛，啊，大家所在，大家所在无同的这点。好，你像我家人，吼啊，开地门嘛，哦，大道公嘛，对不对？咱嘉义的，我嘉义讲实，交七月是也有关系哈。就是咱你读册所在，平雄，平雄，哎，好，大树崖，大树崖，挥洒晴天啊！这件代志我有印象，因为大家开学啊，大家开学到九月，九月初嘛，我迄个时阵拄喺平雄读册时阵，因为咱讲坦白话，你即卖迄个平雄吼，我其实吼已经开发啦。阮拄喺读册时阵，偌恐怖，你知影嘛？迄阵我拄摆骑来啊，骑要骑，拄摆对平雄车道要骑转去校。你看我荒烟蔓草，头发拢好甲比人比较悬啊！哎呦，愈骑愈惊吓，你知我即阵啊，才上三中取经啊！你即摆讲这个影像啊，好，我感觉敢那是叫做平埔作妖伫遐咧生活。哎呦，从头想咧，啊，要不什么虾？哎，大鸟虾，大鸟，大鸟，这。为什么名雄叫大鸟老师？因为伊本来呢是这个风雅族吼，大鸟是这个风雅族的这个部落啦。是。啊，到尾吼，因为这个大鸟吼，用日语翻叫大鸟，大鸟，大鸟，大鸟。啊，大鸟呢翻作汉文，中文就是变作名雄啊。哈，反正汉文就变名雄。你阿那都闲钱了，你搞呢？这拢无错的呢。大你只仔，你怎啊时间带姐姐？题目好易的，我都回答咧。卡本无诶，哎，真的无啊！来，我看你卡本无这条咧。不然，因为大鸟这个物件是不是大？你知影？因为台湾足侪故事拢甲郑成功有关系。啊，其实大家拢知影，郑成功赶走荷兰人了，好四个月就出来啊。是。所以郑成功一直拢伫台南。按平雄吼，一个故事甲郑成功有关系。就讲台湾迄个时阵有遮好，在作乱。啊，所以郑成功就带队要整遮好嘛。结果不要，哎，消息回报，伊即马伫倒？这里边的吼，无啦，真的啦，我假说啦，我袂当我袂讲啦。我伫边用拄啊久，我伫家己做官，我真正有这个故事。阿公哦，迄只好，我知影有一个徛好村哦，五线新民拢徛好诶，我怎么听他讲啥物？啊，好啦，我你讲咧，你尊重一下主持人好啊。你拍到你的尾棍，拍到你的尾棍，哎呀，啊来，迄只你。你好，你好，我也走来个，咱即马讲明用呀。发现啊，哇，郑成功吼，八大杀的消啊嘛，结果只好走去。啊，但是台湾人较早毋捌看过虎，所以当作迄只是鸟，所以遐只大鸟。哎，只虎不要走去大，你知无？走对。红目走，走去到森林，发现啊，八大只去个消的，讲着大，讲着尾溜装落来，所以遐只虎尾。啊，你嘛真的吗？所以我怀疑这是庇护神人啊！哎呦，不要那个啊！今仔日哎，咱明雄的大树呀，因为我阵大家拄啊去的时阵，拄啊古历七月，我感觉奇怪，明雄去见那这老个，
哦，迄人吵吵吵，袂哪像咱怎啊像咧亚妈做安尼，迄着用客都客袂入去啊。我大概在有去参加即个大水啊祭典啦，啊，伊有一个纸糊的吼，是啊，青面料的，是。啊，我想这叫做大水啊，啊，我着问伊讲，嘿，啊，大水啊到底有心胸无？伊甲我讲无。好，啊，我讲大水啊是观音吗？传说中观音有33法相嘛，其中有一个化身，就是大树牙。哦，但是这个物件太过专业，咱来想专家来说。我咧想讲，奇怪，伊就抢要讲，你叫李阿老先讲啊，就是咧。大树牙呢，本来吼是佛教内底，因为迄个观音另外一个名叫大树，是观音大树啦，吼，所以伊是观音的化身，像李姐所讲的，其实就是讲33化身之一。伊若拄着什么款的情况，伊就化作什么款的形状啦，吼。那第二个讲法是讲，伊是一个鬼王啦，吼。啊，即、這个为非作歹，到尾去哦，观世音菩萨给收服，哦啊，所以呢，变作是伊的宝相。所以这是两种不同款，一个是大事业化身，一个是鬼王哦。所以这是两种讲法咯。啊，不过呢，我想伊咱讲确定伊就是属于民间信仰，是。即卖呢来讲，伊就无属于佛教啊，啊嘛不是属于道教，伊是民间信仰。民间信仰，民间信仰。我看到的故事是讲，较早民间是七鬼时啊，吼，拢常常有些暗时也听到人咧吼。好啊，阴风惨惨，我输掉。哎呦，唔知啦，李杰出现啦，是吗？是大树爷到尾也出现。啊，迄阵就讲啊，就是一个青面獠牙，啊，而且身躯有迄个排红的迄个缎带。啊，所以到尾怎照这个形象，怎用纸来讲，讲叫做大树爷。是，哎，安尼讲啊，吼，其实当初安尼讲的民间信用啦，吼，因为台湾咱早期因为登山过台湾，心头去归还嘛，所以咧，开垦以垦社会哦，就特色叫好无性鬼，因为大家也无啥啥物事，啊来到这，我人生地不熟，过来台湾较早吼一个风怎啊风俗变作重，风土啊无哈水土袂晓风土变作重嘛，所以咱的民间信仰内底主要分作咱讲五大类，吼第一原乡信仰嘛，哦漳州的吼拜开漳圣王嘛，吼啊泉州的拜保生大帝嘛，吼啊这客人就拜这个三山宝嘛，吼啊佮另外一种咧就是来台湾探亲嘛，所以拜纵龙宝山嘛，纵龙就伫阮民雄啊五股王庙啊，阮中正大学的地就五股王庙关的嘛，啊宝山哦武财神哦关帝爷君嘛，吼啊佮来海神。好，渡海嘛，妈祖，好，咱破处的佩林宫，佩林宫，哦，妈祖嘛，新港的洪天宫，啊，过来，港口宫，叫做消灾去病，消灾去病其实就王爷，哦，王爷其实上早就是瘟神，瘟神信仰，啊，来，咱今天要讲的叫啥？叫孤魂野鬼嘛，大树爷这种就是老大公，对，啊，这就是在渡化这孤魂野鬼，啊，但是为什么有这个名雄的这个大树爷这？其实吼，大树也是啊，除了拄啊馆长所讲这个民间的传说以外，就有闹鬼传说嘛。那第二个版本呢是迄、那个因为械斗。哦。因为迄、那个登山过台湾的是漳州人、泉州人吼，北港那边是泉的，哦，啊，另外这边是漳州的。是。哦，啊，漳州、泉州安那分呢？食鸡肉还是食鸡肉啦？哦，生囝是生囝啦，啊，我讲鸡肉是啥物事？啊，漳州的，哦，我是漳州，嘿，啊，食鸡肉拍食鸡肉，生囝拍生囝，买物件拍买物件，迄叫做漳州病。是啊，因为漳州病关系死真侪人，后来呢，开发初期的时候呢，这个所在呢，定来流行瘟疫啊，瘟疫哈，啊，瘟疫流传呢，又搁死足侪人，所以，我伫判断呢，是因为这个械斗加这个。啊，瘟疫的关系，是啊，造成大量的死亡了后，咱都爱给伊超度。哦，你若无给超度，伊会变做孤魂野鬼。啊，少年若无一摆空闹路边游泳公，是啊。啊，所以呢，咱超度这孤魂野鬼也给普渡。啊，普渡是你着孤迄个大树爷。所以你看，拄我馆长所讲，迄大树爷是咧生做咧歹枝枝，是咧歹生做高高板块，足缘投的。为什么呢？老师，俺驾车还袂当我白讲，俺驾车还袂当我白讲，哎呀。因为呢，这个孤魂野鬼呢，伊无受控制，所以咱来有一个鬼王来开压制，哦，所以先啊最后爱化掉，因鬼王嘛是鬼嘛，哦，所以最后一定要化掉。伊讲鬼化升天就是任务完成，抓所有的鬼全部升天啊，抓走啊，即好兄弟来抓走啊，抓走。所以我伊讲收足多金的，啊，你若馆长拢爱去点火，你知无？啊，当然。啊，就好，我咧见到哇。真老练。哎，啊，咱今仔日同到亲戚，咱哦要介绍家己嘛。除了大树爷以外，哎，馆长来到咱现场啊，
对不对？你无嘛，大家介绍讲，阮今仔家己要带较好佚佗。你讲像一般民众吼，你即马网络票选嘛，吼、台湾对一个县市上歹佚佗嘛，对不对？咱即马来讲讲，吼，台湾咱家己县带上好佚佗。哇，家己是安尼，家己是天然嘛，吼、所以家己伊咪天然，所以。前较早咪做秀二日的时阵，就一个观光景点叫做阿里山嘛。是。啊，我想要表示啥？迄、个所在有特殊的所在。啊，即个提供给咱的嘛。是。好、那迄、个所在讲是经过啊日本人，包括经过咱安尼规个安尼文化开垦，你即马看下底就是规个拢地方，包括咖啡。那地方啊，包括过去啊，山内人种的物件要搬落来到平地卖啊。梅山汉路啊。所以拢做者。这个古道，是啊，嘉义县大概在盘整过吼，嘉义县的古道大概都有111条，啊，但较出名的大概都20-30条，而且高难度跟简单的难度都有，啊，即摆哦，你啊到拜六礼拜你去嘉义来看，一大堆拢包游览车去遐运动，行步道，是，吼、啊，所以吼、步道对做些人来讲是一种面，会当看到这样样水的地，啊，上面当食着好地，上面佫会当食着好的咖啡，啊，所以底下行路。我较早做一个节目叫《旅途台湾》嘛，《旅途台湾》除了教人讲历史以外咧，我们要有历史，要有文化底蕴，要有那个含金量以外，你买红食的饱。哦，食的物件吼。对啊。咱早拄啊老师咧讲的迄个啥，迄、个阿里山铁路吼，因为迄阵到尾啊风台的关咧，是，所以42号隧道叫崩塌了。那崩塌了的时阵，迄阵我也搁咧做农业副主席的时阵啊，拄好去讨论到这个问题，到尾决定无要清啦，搁另外拍。啊，即马这另外拍大概只11月就完工啊。哦，今年的十一月，啊，你若铁桥拢个铺嘞，大概明年中、整个全线就可以通车了。啊，无即马是无多全线通车。啊，你像未来阿里山这条路线会有两个新的车厢，是足高级的车厢，做观光旅游用的。哇啊，所以未来要去阿里山佚佗，会当坐类似咱看到的类似明日号。即种高级的车厢，观光车厢，对，有两台。这个阿里山呢，有咱国家所指定的重要文化资产，好，是迄个周族哈的周族啦，周族的迄个啊 MSB 哈，就是迄个战神祭，这是国家指定的这个重要名胜，好，啊那伫这个破竹配天宫。这个妈祖是大家带的哦，叫红花白花，对。啊，所以呢，布地呢有迄、那个拍摄，阮做一个吼，无介出色的人。红花白花是啥？查甫意思。哦。妈祖求囝。啊，那你讲换花就是安尼。啊，所以那要求查甫的，就是白花；那要求查某的，就是红花啦。啊，了解。啊，而且阮迄个所在，阁有一个足特殊的哈，布地太兴宫。啊。迄个所在吼。咱迄个国语名足水个，叫做好美女，好美。啊，台语叫做好美了，好美。哦，好美。好嘞。迄个所在一个太兴宫，内底一尊妈祖，是文化部唯一认证哦。系唯一明朝末年的妈祖。哇，明朝。所以说在。啊。啊，是咱伊人安怎到认证的？就是唯一的雕工。是。包括伊规个形式。好。哦，安尼然后整个去做所谓的认定。啊。它是唯一一尊哦。啊。被。认定是明朝末年的嘛？哇，白话，咱今仔摆到这道这粗，你无嘛甲阮大家介绍一下？这要普渡的吗？啊，普渡嘛是会使啦，普渡嘛会使，普渡嘛会使，普渡嘛会使。讲大家讲一个常识，普渡摆的物件，通常卖什么鸡汤卖无的，拢是啥？吼，胖啦，吼，饼啦，吼，罐头啦，为什么？因为计赶下就走啦，哦，卖伫遮等啦，吓！好来，来，即个看个做成酒的哈，那像秘鲁啊，但这是乌贝亚食，乌贝亚食，啊，这是阮啦，嘛，迄个马条一个家家姑吼，内底伊专门咧做 CO2， 啊，阿姨，阿姨出来，啊，做好啉的吼，叫做冷盐哈，啊，这哦，就是迄个啊，咱的仙草，啊，仙草最香啊，即马做者，哎呦。饮酒的技术弄出来安尼啊，哎，我嘛是爱开一罐的，我开一罐了。用钱啦，老师用钱。我开一罐了，你。哎呀，来来。哎，我头拄应该杀一个赖达，互你一个开啊。一波我卡在底下。真的吗？因为我伫家己读册时，我咧想做田野调查，啊，有一年我做德行，哦，嘛，大家讲一下就是吼，有当咱伫网络咧看一款影片，啊，足侪影片哦，尤其是写简体字的影片。
常常咧讲到近现代历史拢也袂讲。啊，我捌一届看到一支影片，顶面咧讲啥咧？讲哦，四角薛将军，哦，晚年晚景凄凉，李登辉甲糟蹋啊，啥物货有诶无？其实四角足久以前，伊着刷起家己温顿起来，着伫阮家己诶德甲，德甲乡诶德甲村，啊，伊有一块占地差不多一甲。啊，厝全部拢是用新农起来做的，外口挂一块，就采一块足大块的石牌啊，顶悬写“钟树春”用古字写。哦，后来这就是我的咖啡。好，啊，即马这当然即马拢你泡式的，做方便。好，咖啡哈，伊那专业的哈，我真正看伊在泡专业的讲，来，伊那要叫清淡，系，啊，清淡落了，嘿，啊，然后开始哈，到倒落先哈。整个好一集啊，好阿进嘞，静置好，阿姨就讲，啊静置吼，大概差不多几秒，是啊，几秒了，他开始一个注水，好啊，注水到多少克，好，啊个停了了，个老虎个注水多少个，迄个咖啡过来，今仔日咱只教大概一个美甲好不？哎，你讲，咖啡拢教我教，好，伊讲只一般的咖啡啊，好。大概水温大概在91度到90度，当然一百度。我们这个客了，客温度计，温度就差不多嘛。起码我做这那个水壶拢围着噻，围到嘛，好啦。啊，所以我讲的高杂味都是啥，是比较轻烘焙的咖啡。哈，但是呢，重烘焙就是你食起来较苦的，温度大概差不多是80度到85度。哈，啊，我咧问起咖啡农讲，啊是咱无法度一百度。哈，伊安尼搞讲，你知？你说你有一百度的时候，会把里面有一些不该溶出来的东西溶出来。所以跟我们泡茶相同啦。所以现在一个美感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顺时针。啊，有人跟我们说逆时针可以吗？会不会也可以。他也不行。我每年一空气数年。其实二零二四年在台湾是一个做意义的一年，因为1624年荷兰人来到台湾，所以每年是开台400年，正400经手。所以我有写一本，日记，日历，我有写一本日记，就是因为我顶年无对高雄，行去到三条港嘛，阮中吼，阮县的搁伫大拿遐，办一道，拦截，对，办一道，请。啊，我就甲我一撮落安尼行落来。吼，经过的乡镇，到尾啊，我发展成300几篇有关台湾在地地方的一寡小故事也好，历史也好，像当初我咧讲打鸟一趴，我来甲写伫内底。哦，搁写一寡特色。啊，因为吼，当初吼，咱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咧讲，啊，你伫讲特色，啊，伫遮拢无介绍，啊，咧讲两句，哈，你着讲啊，长高低，啊，真讲个囡仔。来，对不对？我坐伫遮遮久也无好食着安尼。我想奇怪，啊，当初讲这个，我要继续讲啊，奇怪，咧怎啊胃病去又走过去啊？真牛呢！来，咱对遮开始介绍。这乌色的土豆，竹炭花生啦，哈，这就是咱大埔的竹炭花生。是，啊，大埔大家知影嘛？增温水库的所在地。哦，就是你啊！我讲增温水库哦，大家拢叫是伫在啦。对啊。但是增温水库百分之百的水库拢伫嘉义县。是。大埔，这个吼，就是黄秋葵哈。哈。啊，这讲实较早。是大人咧讲讲，食这叫做过胃啦。过胃，因为生胃少。一般咧讲去日本料理店，较早拢咧食这嘛吼。啊，这个物件是伫阮鹿草。是。啊，即马这个所在，这个产量啊，全国大概80%的黄秋葵，伫阮家己，拢对家己出来。哦。啊，那这三四项啊，拢是阮部海产，崇文海产。好。因这叫做卡拉虾，来吃一下。好。谢谢。老师来，谢谢。卡拉虾。哎呦，伊有足济哦吼，有小卷啊，有虾啊，啊然后有只啥蟹，什么蟹啦，不够几码啦，小蟹我看吧。啊，讲起来吼，这在网络是名气商品，尤其到过年的时阵，哇，拢爱抢咧买，你知无？哎，那这啥货啊？这就是咱一般咱食的茶叶蕊子，茶叶蕊子，哎，我即马做茶园吼，有很多人把茶叶去做料理。哦，比如讲茶叶籽那得加钱，啊，比如讲用红茶来煮地卡，可以把它那个所谓的油啊，包括加的卡，那一类干嘛？加芽啦，对，肉干，这是阮的这种肉干哈，啊，这是一个
手撕鱿鱼，鱿鱼手撕鱿鱼应该当街遐有吧？当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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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肉干是阮铺主，啊，铺主的肉干，哎，铺主铺主，遐我一间做有店的店，啊，即阮我的故乡二店，啊，二店，嗯，二店拢种玉米较济，哈，种番麦啊，哎，就是爆米花，啊，阮最近二店哈，有一个少年啊。要引进美国品种的玉米要来二店种，是啊，来专门来做咱所食到的爆米花，也是做好的哈。这这耳机我看过，耳机看过，这耳机我看过。OK， 一口酥，啊，这猪肉，我当台中都是蒙面，系啊，中波，看起来跟那蒙面，哈，诶，中波，啊，结果这个热量是零，所以很多人喜欢看电视，你还是很喜欢吃，诶，然后接着是烤龟。我烤龟买当做什么了？这布袋，哈，哎，未苦的烤龟，哎，布袋不苦，嗯，哎，不苦的苦瓜，哎，嗯，又染一块瓦萨比的款，哎，啊，这是我欢乐哈，欢乐的奇亚，奇亚，哎，啊，这欢乐的奇亚，柿子啊，哎，柿子，奇饼，奇饼，欢乐伊的所在，吼，除了这以外，做奇饼，嗯，啊，奇饼，因他们那边有一个创意商品，哈，像奇饼，奇饼是不是 BB？ 对啊，他把它撑开，好，来这落冰淇淋，哦。啊，这个创意料理啊，这尿酸。加料了有起饼，佮叫冰淇淋的饼，哇，够好食！真哩，最近间来加恁啦，我请你，一定过，一定过，一定过来。啊，这起饼吼，你也看，啊，这就是你网络间爆料。你上识的，我袂用来肉包啦，哎，袂上肉包，我袂用肉包，你食，你食哩，甲你讲话。对，有人来处理的呀，对。啊，这就是阮六卡的蒜头饼。哦，六卡的蒜啊，六卡，你啦，五百个故乡。好听。不一定亚顺，你嘛讲者。哎呀，不一定亚顺呢，甲一般诶迄个七月节咧无共，就是讲伊吼，伫个七月前三天开始压花灯咧，特别顶咧。哦，啊去顺时迄个即个钟头，吼，啊伊其实较早人拢叫是讲，迄花灯亚顺是要掠鬼，伊是毋是要掠鬼？伊最主要是要安年。哦，安年。安年意思讲，吼，即个甲即个五羊派诶吼，因为七月要到啦，吼，所以一定爱。顺序这个吼，是不是迄个各就各位？所以这个花灯也算啊，伊嘛是咱嘉义县所登录的这个文化资产。是。啊，为什么登录？就讲因为这个花灯也算的是呢，规个钟头全部拢总动员，总出动。啊，每一个人也花灯也加顺序。这个祭奠做艺术的是啊，你看嘉义县人口外流嘛。是。啊，因为这个祭奠，所以因布袋过高人吼，地球三间拢得来。是，啊，所以有可能一单就是一三单见面的，啊，歌啊、鱼啊、金啊、节啊，哇，所以这个祭奠哦，无形中也带来一个效果，我们征讨团大家干嘛弄起来呢？真好，你知无？因为哦，咱讲到咱嘉义啦，其实这几年大家对宗教文化，足侪人有一寡较负面的看法，啊，你点香啦，空气污染啦，什么话有诶无诶？其实这点文化是台湾，尤其伊肯社会内底，咱发展出来足特殊的一个文化，所以嘛要甲大家讲，咱今仔日积极开心。嗯，来，关诶，你这哇，这个面开了水咧，这是啥？这条东西是金曲奖这个设计书设计，好，所以哈，他把它设计出来，有一点所谓好像面具的感觉。嘉义好神哈，啊边啊这家一支是啥？这是大树爷开的面嘛？哎呦，一边是大树爷，一边是迄个吉利宫的王爷，叫做李大王，李大王，哎，来老师，这台语嘛念一下，听麦啊嘞。花灯祭莲，居民皆安；灵居风气，众灵游戏。哇，专业的是好讲的呀，专业的是好讲。啊，讲到这多，吼，咱就古历七月。因为吼，古历七月大家拢讲叫鬼月嘛。其实咱必须爱听良心讲啊，我问过足济，吼，人有灵通也好啦，通灵也好啦，甚至一寡所谓和尚。吼，一寡哦法师吼，因咧讲其实普通时都有，啊，但是有啥物人讲古历一过会较济，是毋？啊，你得个拜嘛，吼，啊，就像迄落山底小讲嘛，哦，啊，你今年个七伊就出，啊，所以咧，其实人讲七月其实伊毋是最歹个月，伊其实古早上好个月，迄叫布施个月，叫做慈悲个月。哎呀，嘿，所以咱今日哦特别要甲大家强调就是讲，那七月来。馆长，甲讲一下时间嘞。咱的明雄大树爷文化祭典当时，嘛拢固定伫七月二日到二三。旧历二日到二三，爱到二三暝吼，就是由道士带去会华升天。是啊，这三天就是普渡。
啊，所以因就会做粮荒保产。是，哦，啊，所以基本上就是那李杰讲的，拜拜，然后做粮荒保产。嗯，到尾啊，大树也挥发升天。嗯，哇，一三天哦，规个冥乡吼，闹热滚滚，赛车无得赛。哈，交通啊，规拢难，规拢难，车袂当入面，袂当入面，袂当入面。啊，尤其哦，到尾啊，要挥发升天的时阵吼。爱行路行到差不多40分钟，哦，就是讲位伊藏的所在，啊，大家慢慢啊行行行，哇，大家要求平安，迄阵要迄个抓狗的迄个大树叶吼，身躯拢穿迄个啥大领的迄种迄个衫，哈，啊，这衫的啥拢湿到结乎的，哦，啊，所以大家拢想要结乎，嗯，因结乎就包上看那大树叶穿那衫，伊那衫是我结乎的，你知道，我所以吼为着要满足大家的希望吼。哦，拢穿差不多几十年嘞，嗯，哦，啊，然后馆长伊讲就去搭藏这个所有金纸啊，哦，啊，然后规个就怎啊卷列出来啊，啊，然后去到挥发的所在，是啊，挥发挥发的所在时，经过一个特殊撮仪式了后，啊，就去点火，哇，结束了拢透早一点吧，啊，嗯，做老热嘞，啊，其实哦，嗯，伫这个要去挥发以前，另外一个仪式嘛，真好看，叫做上锅啊。伫庙口遐吼，迄个读书的啊，遐鸡啦吼、鸭啦吼，啊，然后做一寡仪式，咱叫做上锅。上锅伊是讲加加锅，遐个为啥？哦，上锅，嘿，未使互了解。所以上锅，听到上锅无？你较常来炒锅、炒锅尔，即摆阁有一个上锅。上锅，我就是听无啥，我叫做上，啥物叫做上锅？你当作个咧讲钓鱼吧？哎，对。所以咧，咱各位观众，吼，那。哦，卖讲有兴趣，其实吼、哦，你南来北往呢，家己是一定爱经过。我听啦，嗯，这个祭奠基本上是安尼啦，去的所在就是个心内的平静啦，这最重要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心内若未平静的人，七月二到二三爱来平阳啦。哎，来阮平阳行行。哎呐，迄食药也无效了。其实哦，我无伊第一佛教内底是迄个。宜蘭盆會啦，就是無人救火的故事。所以佛教裡面他不是強調什麼古文，他強調是孝道，有孝嘛，無人救火的故事嘛。那道教在這天是這個三官大帝裡面，水官的生日啦，所以說基本上他是一種悲憫的表現，慈悲的表現，我們怕這些老大公好兄弟呢，无人服侍，无物件通食。另外，啊，咱关怀人间，但是嘛是爱去关怀着迄无形看袂着的，所以基本上伊精神是一个爱心的表现啦。所以，吼，不但来闽南行行，来阮家己行行，我对高雄一路行到三条角。现在是感受到慢，还没感受到浪啊！哎呀，后边个15天啊！啊，你比中年男子的浪漫。行路你就知啊！要北区无？也未使啦。北区来阿里山啊，看日出啦。哎呀！咱这道我甲咱馆长招，我讲馆长招，咱十八兄弟，你普通是叫迄叫巡视，吼，你的见证机嘛，这官员吼，看有爱熬头金兼料无？你是巡视，我来讲。找时间，咱用行，咱甲嘉义县行一日，我袂使哦，爱行去阿里山，爱行去阿里山呀。不要紧啦，嘴讲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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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逐句话讲啊，拢爱做到，我是变哪讲话，嘴讲得，嘴讲得，嘴讲得。哎，我老公李杰，原来我嘉义佚佗呢，剩一支嘴呢。你昨天问我讲你是咧讲真啊，讲假？有只嘴叫的呢，毛真正来呢。来啦，来我做麻烦的呢。食过麦来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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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啦。